以后喝水再也不怕烫嘴了，用手触摸一下瓶盖就可以显示当前的水温。喜欢喝水的一定要备一个这样的高级保温杯，内胆外胆都是316不锈钢材质，保温效果特别的好，几天几夜都没问题，带有不锈钢过滤网，还可以沏茶泡茶，超大的容量，装一次水可以喝一整天，带有提手，出门带着非常方便，而且价格也很便宜。家人们，昨天我就跟你们说，让你们再等等，再等等吧，你们偏不听，都说已经够便宜了，不用再等了。今天的这个价格呀，我就跟你们说哈，你们直接闭眼冲就完事了。这个是厂家为了冲刺销量排行榜，还差那么一点点的业绩，所以拿出来了100单给咱们放福利。今天下单不要你128，也不要你88，具体多少钱你们自己点开下方小黄车去看一下。别说你们不相信哈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真的是太便宜了。但是厂家一共就只给了100单的福利，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拍1单。有需要的家人赶紧去拼柔塑，明天呀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哈，你就赶紧去拍上1单。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这个是良心推荐，买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，超长售后，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，买它。